来到了会场门口，然而这里并不能进去。哎，能进去，是不是能进去？我们今天给大家探访一下会场。这是啥地方？是这里吗？是啊，不是吧？是啊，但是进不去啊，不是从这儿进啊，从这儿进，是不是这儿？也不是。咱们肯定是大门。哦，这不是大门哦。是不是出来了？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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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了。要关关你，关关你，大爷不关你。这个要过吗？这不用过，包没就关你，门包都关你。两边门分开走啊，都能走。我那是玻璃制品，哪是贵重物品？给大家看。哎，我也拍照。估计我感觉300块钱玩儿，怎么拿进去？不能进去，能不能进去呢？应该找个员工，就是大家的 T 恤穿一下，然后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去。走了走了，现在带大家来探访打脸我们今天的会场中心。哎，大家看到了吗？那里好像是战队，战队，然后给大家离得近一点看一下。哦，今天呢是一个探访活动，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说话声音要小一点。然后可以大家来看一下，后边有好多奖杯和奖牌。整个拍出来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上镜的产品，这是一个 GSP 五百的一个耳机，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面是，应该就是体积。明天上热搜的是什么呢？明天上热搜的就是 iGain G1 发布会520。今天我们请到了线下的网吧连锁，它有山东的 VTOP， 有杰拉，也有我们的电竞酒店的那个 SI， 像双赢啊、展讯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像有叫二金吧。爱机场也来了。 OK， 小伙伴们，现在呢会议已经进到了一半，然后现在是小明对抗他的这个粉丝黑铁小哥哥的环节，然后现在呢二金来给大家讲一个机器。然后当然大家看到这边这个陈设啊，是一个就是宿舍这样一个陈设，对吧？底下是一个宿舍的桌子，然后上面是一个这样子的。一开始想这个一体机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屏幕后边会有一个大脑后勺，但是其实并没有，这个屏幕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样而已，而且这个一体机就只有这样，大家所见即所得，对吧？然后这个屏幕这边长是613.78，然后这个高呢，高就是这块的这个高是393.3毫米。
然后如果是这种整体的高是508.3毫米，大家看这个厚度，这个厚度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这样子可以升降的这个支架，因为这个支架的缘故呢，它这个最厚的地方是215.99，然后最薄的地方就只是这样一个屏幕的地方，最薄是61.53毫米，这个可以说是全球最薄的一体机。就是我们先来看，就是非常窄的一个边框，然后底下这面是一个 HiFi 的原汁原味的一个音箱，这个音箱它正面有一个叫双重时刻的这样一个工艺，然后是据说在这个手机屏幕的照射下，就是不同的角度它会有不同的这个一个折射的一个光线的出现，然后它整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一体机嘛，为了大家方便去携带的话，它是一个全铝合金压制，也就是说它非常的轻。现在要好好的掌握好这个时间。上下，然后但是这个左右就是这样子，左右这样子是不可以的。但是它的屏幕有25度的这种，就是，25度这样子可以去。95% DCI，然后这个术语叫 P3 色域，还有这个178度的一个广视角，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屏幕，它的色差是非常小的，对吧？现场的这个粉丝特别的激动，里边是 i7-8750，最高睿频是4.8赫兹，然后它有5个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价格。大家看到的这个 i7-8750H，还有这个2080Ti，它是一个29999，就差1块钱，3万块钱是这样一个。然后后面会跟大家贴一些图。然后它的这个后边的外观是一个就是比较有棱角的设计。这里有一个物理防窥，但是我而今是不太清楚，就是这个物理防窥是怎样去防窥。然后里面的散热呢是有5根热管，所以说散热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软件去看一下它这个具体的情况。今天其实在会场呢，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一体机有大不同吧，因为就是二金的思维就真的还停留在一体机那个一体，它的屏幕再怎么一体它也不会太小，然后但是好像发现的确是有一点大的进步，因为毕竟怎么说，毕竟这次说的是全球就是首个这样子的一体机，现在已经开始在京东上预售了，但是二金说实话价格对吧，然后看大家个人的意愿去选择，然后我的使用感还算不错，就是和大家平常的这个家用机就是玩起游戏来，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去进这个专业的测试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这种细微的差距有多少，但是从就是单玩游戏人的眼睛去看的话其实还是 OK 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吃饭了。OK， 小伙伴们，如果你看到了这里，就证明你已经解锁了二金第一百期的小彩蛋。我是最近才发现这期视频是第一百期的，也算是比较有意义的一期视频。但是因为马上要赶到台北去嘛，所以就没有时间再去做第一百期视频的一个特别特辑了。那我们就等到第200期的时候再做，然后会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首先呢，今天我们就是第一百期的视频，既然这么仓促的话，一个小彩蛋。那么二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就是618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在哔哩哔哩拿到的金粉徽章是有用的，也就是1级减10块，2级减20，5级减50，大家就是这样一个以此类推的一个就是满减的一个形式。然后很多小伙伴问二金，就是你的团队到底有几个人？那么如果之后还有小伙伴再问我的话，我就知道你肯定没有看到这一期的结尾，对吧？二金的团队呢，正编人员就是也不是正编了，就是所有的小伙伴，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在帮二金，非常的感谢。就是离得近的，然后就是
每天都在干这件事情的就只有二金跟摄影师两个人，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事物啊，就是一些分支的事物，说校对一些字幕啊，然后加字幕，然后再去帮二金去审核视频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帮助，运营一些其他的事情，是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小伙伴在帮二金做这样的事情，非常的感谢这些已经就是好像，就如果大家可以见面的话，其实就能称为一个小的一个团体了。哎呀，不敢说了，就是如果二金就是比较有实力的时候，会给大家买票，大家会来见面，对吧？到时候再给大家做一期特辑的节目啊，我觉得。哎，说偏了，跑偏了，但是非常感谢这些在世界各地帮二金去打点一些事情的小伙伴。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二金注意到最近就是很多 UP 主，各个区域各个类型的 UP 主都做了一个恰饭的视频。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要去正确的去理解吃饭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拒绝就是恶意吃饭，就是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大家明白对吧，这个事情话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二金不去做任何针对谁，不针对任何人。本期呢就只说二金是如何吃饭的，二金所拿到的所有的产品呢，就是厂家给二金以后提前就会说好是给我还是不是给我，如果你给我了，我可以放在这里去做一些展示，然后后期的话展示时间够长，然后二金会把这些东西就是抽奖抽给二金的小伙伴，就抽给二金的小伙伴们。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的好也要说一说，不好也要说一说，哪里要改进呢也要说一说。但是我个人是很抗拒，就是只是我啊，就是如果你总就是一直要让我说好，那我宁愿去不接这个，因为我觉得误导就是会误导我的观众，对吧？非常开心，就是二金字是越来越好了。然后虽然有时候，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人民币，我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我。毕竟有时候收到一些不好的言论，其实我个人就是很那什么，因为女生做这行的话，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同样的遭遇，会收到一些比较怎么说比较露骨的一些话，然后比较难听吧。就是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脑子就在想，难道其实你在评论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在评论女生的一些外貌啊，比如说一些外部特征的时候，我也可以评论你啊，怎么样，我也可以评论你啊，比如说，对吧，大家可以想得到吧。那就我在这里就不说了。那么就是去看更，就是我们要去看好的一面嘛，然后感谢所有喜欢我然后一直在支持我的小伙伴，你们的支持真的非常的暖心，在我的成长道路上越做越大的这个道路上呢，是必不可少的，真的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真心的感谢就是一直在支持二金的小伙伴们，然后越做越大以后，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福利。然后这个金粉呢，就是我们之后会进行一个抽奖，就是在所有支持二金的小伙伴里，我二金会选前十名去放送一些，给大家去直接放送一些我排好的一些奖品。但这些奖品呢，而且还要去进一步的去搜罗，因为希望给到大家的是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所以呢这些就是排名在前十位的小伙伴可以尽情的期待一下。然后之后呢，二金会去私信这些小伙伴，然后我们可以公示一下，对吧？那么感谢所有小伙伴的收看，爱你们。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二金，我们下期再见吧。